主啊，你是世界的中心，你是宇宙的中心。除你以外，我们还能够仰望谁呢？求主真的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耳，开我们的口，扩充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大大的张口呼求圣灵降临，求阿爸父神的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华语堂，让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能够充满了愉悦与满满的收获在心里。求阿爸父神真的要振兴我们八楼，让我们的人数能够越来越多。阿爸父神，我们爱你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孩子这么祷告，奉耶稣基督之圣名求，阿门。那请继续站立，我们来一起来念诗读心经来。对，开始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承运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坐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念今天圣经。今天的圣经是出自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四到七节，那我们也一起来念啊。开始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，你们要喜乐。他们要众人听到你们谦让的心，足以精进了。应当立于话语，直到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诸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念念。真是每次念这些章节，都觉得心里很有希望，然后觉得圣灵充满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的传道通宣要为我们讲到的主题也是以神为乐。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同学。